就直直走，对对对啊。Tingnan, tira natin dito, patay tayo. Asan ang hirap? Bakit ka ulit dito? Tara natin tayo pa gano'n. Pag hindi natin binuti yan, patay tayo.因为那台也可以接到这一台，我以为接不到，中间一半的那一台，我们好像没坐过的那一台。你回头看左边，我们没坐过的，所以上来可以不用做广告了，三段接起来就可以。乱吹的时候，感觉怪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今天不知道山长怎样啊，跟早上一模一样啊。然后隐约感受到太阳的亮度，以太阳的方向来讲。这是从左边吹过来。中午翻译的。好呀，你再做这个就我做左边，你做右边。风向一样吗？应该要不定。刚看是富二，而且是楼下的，楼下的缆车站，拍了个照片，不中间还是走下面。下面那一节的那个，都拿那个气象站什么的，看不到。
平大师。称赞他，我是在说他帮大家推品。千万不要去，一点半 gate 就不开了，一点半就不可以爬山了。不，跟视线没关系。那些非得花 gate 以外的人，他要5000点回报，我把 gate 关好了。写的是比罗夫哦，他说往那边去就会离这口比罗夫哦，我去拍一张好了。他那不理的不行哦。瞬间就知道弹回去，然后你本来要转，然后又端了一下，又直直抽一段再刹车，把身体调回来再刹车，不错。
啊，这里你不想再滑一次了，对不对？就不要再坐上来，那接下来就随便滑，一直去滑那个红线好了。你说什么？往哪里？就是往下。到底是外面看不清楚，不是我眼睛大哈？是外面是雾雾的，基本上就是。你跟着橘棒棒，对，那边比较平，你就跟着缆车滑下去就到了。那这一段你有办法跟我？你先跟我。我怕我滑慢一点啊。啊？啊，你说我东倒西歪吗？对啊，这里已经没有早上那么平了。对啊。跟你比较好，因为我用的速度跟你的不一样，你会很难控制，你会觉得跟得很痛苦，所以要我跟你。对啊，你就滑你自己，用你觉得最舒服的速度，一路下去你就会看到广州啦，跟缆车站又继续往下滑，而且下面视线就会比较好。跳跳，连这里视线都没很好呢。看不清楚啊。这是下面的那个缆车。那我们还是集中滑下半部好了，要不要？那就行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太阳出来了，视线也好了，风也小了，这里开始风就吹不过来了，风就在山背后了，所以这里开始就以上是雾的，以下是清楚的，这样。然后你看那个缆车也是以下的缆车，哎，对啊，好，走吧。
姐，我要休息啊。我不要进去，我要休息一下。我想在雪道上看能不能比较不跳。我要开始用省力的滑法了，滑得有点累。是不是还能扣紧一格啊？太用力了。我已经扣到最紧了。那你可以再转。我不想再转。好吧，显然我的运动量够了，已经达到最紧的一级。你有觉得很跳很难过吗？对，就是乱跳。这个时候尽量用钢边滑法会比较不跳，还有就是速度放慢比较不跳。那个，你就我想想看哦，好吧，要怎么教比较好呢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不是有那个抽棒棒吗？现在先观察下面的坡度，这样子坡度，下坡是这里，但是现在那里，所以如果以前进方向这样子的话，等于是左高右低。左高右低的话，练习左转会比较简单，左转的那种刹车会比较简单。那左转的刹车呢？你也知道，你也会左转的刹车吗？你已经会了嘛？左转的刹车，你会自己头向上这样子停，对不对？差别是你要停的时候，你就想象跟上面那个一样，有两个牙签，你就想象我要去戳牙签，然后呢，要停不停的就好了，要停不停的。你要是对，我等一下做，然后我会做出这样的动作。但是，如果我真的我不想要练那个一直在那扭啊扭，一直在那弄来弄去。不要急，不要。但是，你不想练那个，但是那个就是你那种练习，就是说先教你会一百的，然后等到你觉得你大概懂那个一百的意思，你用二三十、五十那种力道去做。就不会有扭的感觉了。好，我先做一次，你觉得那个姿势你不喜欢，你就不要练。我是说，我只做微微的侧刹车，我不是做练习的动作。然后你觉得看丑不丑？会丑吗？会丑吗？我刚刚那样子刹车，不然还有一个想法，你啊，你现在滑行的时候啊，都是可以头朝前嘛。你要想象你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板子朝左边一点，头朝前就好了。你我像现在这样，就是我现在是把板子往左转，我现在是把板子往右转。对吧？这转板就只是这样转而已，不要用力，就是轻轻的转过去而已。动的是哪里？动的是大概是这里吧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所以，等一下你一定会直直往下冲了，对不对？直直往下冲的时候，两只脚松松的，然后稍微往左转一点点看看。转的时候呢，往左转的话，板要往这边翘，因为你直接往左转，如果跟那个单板一样的话，直接往左转，然后它会铲雪，一铲吐不就上就摔倒啊？那我们稍微往左转的时候，我们会稍微把板底抬起来，秀板底给下面的人看，
就稍微往左转，然后稍微这样子，这样就不会卡到雪，然后摔倒了，然后这样会有刹车的效果，就这样。听不懂？好，那我直直往下，我一样往左转，因为我刚刚讲过，左边比较高，往左转比较简单。转转看，轻轻转，轻轻转，对对对，你已经会了，你已经会了。然后你现在是做到完全停下来，但是我们可以做这个，刚刚你做了50，做到100的那种程度，造成的结果是会变成往这边走，以及会停下来。你就轻轻转一点点，然后觉得好像快要转方向，就再松开一点点，有一种拿捏一下，那它就会变成往前，一边往那边滑，一边减速。我往这边滑，但是我反直是朝左的，大概是这样。不懂，这个波可以一直做，一直做这样子啊。我再继续做，这次我不会停下来哦。你就跟在我后面这样。那个，你尽量想办法做到上半身不动。我刚刚看到你在我后面跟啊，你是一直这样子。要摔倒了。对啊。因为这样，你觉得这样还太快啊？就没有弄好。对，一次没弄好，所以通常练习的时候都只做一下，因为那种练习连续做2-3下就不行了。然后刚刚那个适合练习的波已经没了，那我们就继续滑吧，滑到那边又可以练这个。你可以做到这个动作吗？刚刚的那个动作就是左脚一直往下滑的那种感觉，也是一种侧降。其实侧降跟侧刹差不多，然后要能够滑得下去，就是上半身也要放下面一点这样。对啊，用那种重心感往下滑，就是我刚教的，大概要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样放的时候，上半身又朝下面，就是我讲的那种滑法。对啊，然后用这个滑法的刹车力很强。对啊，等一下，内侧的边。其实就是，也不是，用内侧边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我刚刚讲的说，你如果用钢边这样子滑下去，你要是没有抬起来的话，前面就会积雪，然后就啪摔倒，就跟滑单板的人一样，但是你翘起来的话就没事啦，然后。想办法把它放松，
那个重心感很微妙，那个重心感就是你要稍微压鞋舌，头要前进一点点，然后还要把上头放左边一点点，大概重心点在正上方这个位置，就可以一直持续往那边滑。这就是那种刹车的感觉，然后那种控制前后也是大概在这里，不过动得很慢的时候感觉不大出来，大概要动快一点。上半身主要是朝那边，就是我是面向下，但是我小刹车的时候会大概是像这个感觉。对啊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往左也是一样，这里就完全做得到那种姿势，就是往前加速一段。之前我在讲说，哦，完全不要，请要用钢鞭滑行，不要侧滑。但是今天教的技巧是尽量侧滑，用它慢慢的刹一点点而已，只是用来减速，不是完全刹车。然后那种东西做到最紧的时候，可以在 0.2 秒之内刹车，做到最紧的强度，但是又不会摔倒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只用一只脚。我就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就是一只脚抬高就会刹车的效果。滑下来，然后往右，等一下我再做一次。这样子就是说，有，你这次往前做对。这样子啦，就是因为你要这样子停下来的时候，你怕头冲过去嘛，所以你上半身往这边倒，但是这样子的刹车力很差，然后又为了要帮助你往这边，但是人天生会觉得我会摔下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右脚抬起来，你就会觉得我还可以那个，万一我做过头了什么，快停下来的时候，我可以救一下，这样。这样子练习，身体可以在前面一点，会停得很猛。压鞋舌，停，有，就是这个。这种重心感跟当脚滑是一模一样的，对啊，可以一直这样停。现在是右边是上面，所以一直侧往右边停，对啊。这样抬脚就好了。你可以再那样子，反正右脚可以救你。你可以做得很猛。对啊，所以可以多练。就是假设50公分就要撞到柱子了，就非得用这个方法刹车，在我前面踢。对啊。往后面滑。后面滑。现在拨一边高一边低啊，会稍微这样啊，那另外一边也可以这样练，大概这样。那如果一直滑行当中的话，就是轻轻做就好了，做单脚练习啦。我就是看得到一些些山，好像是我是说这边羊蹄山哦。有吗？是右边还是白白这一块吗？对啊，这边呐。那边吗？对啊，这边山坡嘛。还是看不到，快了吧？应该说那一阵雪跑掉了吧？而且风不是一直往那边吗？对啊。所以等到这阵雪下到后面以后，等一下就看得到了。那要坐上去了。我们来去坐盖子。盖子在这。我们坐旁边这个，我们现在坐上去好了。两个人的。对。在哪里啊？缆车在哪？缆车在隔壁耶。缆车在隔壁耶，过得去吗？过得去吧。
去看看。是吗？哦，我看到那个是缆车站了。好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还有一个就是啊，在这种很缓的斜坡上转弯啊，你试着就是上半身不要动就好，跟你滑法一模一样，跟平常滑法一模一样，上半身朝下就好了。在左边还是不要？这里没风了。这应该没风了。对呀。现在我们没有到。对头发。现在没有那么上面。这么近吗？哦，是哦，看到了看到了，有希望。哎，左边我看到了，左边我看到了。哎，山我也看到了，那是白雪吧？山我看到了，那是白雪，中间有黑黑的、啊。等一下有希望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附近的云是亮的，所以表示太阳至少晒到那一个云那边。只要前面没有接力的云，前面好像有接力的云，就有可能看到。这边的云在往左走，好像就这样而已。至少我看到山上的。这个缆车也是第一次坐吗？因为仔细看，它跟公道交叉呢。我要用一下头发，好难受。嗯。被吹到冷死了，好难受，这里都冷死了。我没有，这个有点慢。到五，没什么人坐。嗯，对，右边也有线。我说右边有一条线。接线了。不是，左边这个以内是不能滑的。左边是那个雪道的边界，右边是另外一个雪道的边界。那这边还有雪道吗？所以这边有一个 gate 或雪道，但是你没看到他说有雪道，所以我猜是个 gate。所以能，那边是太阳吗？嗯，怎么可能？也太亮了。大概是我做的这种姿势，小腿往右举，然后左转这样，大概是这样。就是滑的时候可以这样，一直这样，偷偷这样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很快的时候。对，很快的时候没办法练，但是在绿线上的时候。绿线，例如说一路要进缆车站前，可以用这个方法刹。我就直直走、哦，但是只是这样子刹车，这样。
我就一直朝前面这样子。然后我说的转的更厉害的是这样，人往这，但是板子往那。你说那个拖的动作吗？那种就是沿路有点。蹬一下那个。对对对对，蹬一下，蹬一下，我没有做到蹬一下，但是就是一直持续这样子，这样子走，我大概人朝这边走，但是板子朝这边，大概是这样。拍照，三二一 ，OK。他们一人要做一个，来跳卡，前面的跳卡。现在雪算少了吧？我看一下镜头，什么都没有。蓝天。跑到右边了，你看啊，那边合法 ，get。大陆口音，嗯，你有听到？那是因为滑雪社团的关系，极力吹捧此处。是哦。你没看吗？滑雪社团音量最大就是 snowboard，然后snowcone 吗？对，是，对啊，不，哪里都一样啊，现在就是。Border 比是可以讲话大声，然后 Border 的话则是，技术没有练到最强的，但是可以滑粉雪滑得很高兴。那你要拿说哪里最粉，就是这里最粉。二世谷还是这？二世谷啊。就是严格讲就是。今天从早到晚，他的缆车都大排队。这不叫，这可能不叫大排队，这个叫普通排队，搞不好。对，所以我们去皮大叔还要排到婚礼。对啊。搞不好就。现在还看不到。那你要再坐这个上去吗？坐这个的话，从一半开始就会变成雾的。其实坐到这里也 OK， 只是现在是不是看不到山脚？看得到山吗？也看不到，还是坐上去就会看到了。坐一次好了。我们有坐过这个吗？是不是地毯不动的那个？好像是。好，我们坐过，就是有地毯，但是不动。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脚脚。上面有点白白的，所谓的太阳晒区在那里。他站起来，好，去做这个。